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day I am continuing with Sword and the Fairy, and this is episode 3. Let's continue diving into the drama, and hopefully more things are going to be revealing themselves and we get to find out more detail. So far it's very kind of like a chill, slow pace, so we'll see what's going to be happening next. So let's continue.洛兄，前面都是密林，没有路了，我们往哪走啊？你们看，他这样好不好看？啊！你们看，他这样好不好看？姐，快过来，离我近一点。 就知道玩。哇！哇！西域洛家果然名不虚传啊！三位请随我来。 竟然有趣啊！不，应该说是非常有趣。昭莹竟然给我带回来贵客，带他们来见我。 在这茫茫沙漠中找到这么一片风水宝地，实在幸运。却不知为了这份幸运，有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嗯，洛兄，你说什么？不是。啊，难道这沙漠绿洲的背后，另有隐情吗？ 家主好威风呀！请随我来。家主好。来，赵燕人好，有钱，还这么受人尊敬。你看上人家了是吧？我是想说，今朝你要和他多学学。岳奇，我哪点比他差？这赵，你有一点比他强。 比他自信。诸位现在这里小坐片刻，使你一些小食。不愧是江湖世家，真气派。洛家大部分弟子都是洛氏宗族中人，现在见到的大部分都是外门弟子。啊，外门弟子都有如此风范，族中子弟必定个个英豪。<笑> 洛宁，这位是洛宁，快见过客人们。见过各位客人。埋名小姐想邀请各位客人一见。埋名要见大家。洛兄，埋名是谁啊？啊，是我妹妹。啊，原来你还有个妹妹。我之前只听说你父母早就去世了，我没想到。<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无妨，都是陈年往事了。少妹身体不好，平日极少见人，本想说今天行了一天的路，该请诸位早些歇息的。
现下看来，还是要麻烦大家移步到花厅，小坐片刻了。既然骆小姐有意相邀，我们自然得去见见。那我带大家去吧。稍等，这是你爹让我带给你的，应该是你喜欢的东西。你平常这么忙，我爹还让你带这带那的，真是对不起啊。那要不，我下次回绝他。 陆家家主什么时候还学了斗趣了？你先下去吧，我一会儿带他们过去。好。那诸位在此等候，我稍后带你们过去。嗯嗯，好。就是，你们看出来了吗？看出什么？他喜欢他。谁喜欢谁？So clueless。 可是他的脸也没有红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眼神是能看出来的。金钊，你看到的是这个眼神吗？你好好的学这个干什么？那是这个眼神吗？哪样？我看不到哪样。 你捂我眼睛干什么？想捂就捂，你看那边去。藏风，家主，每次回来都先问藏风，不怕我生气吗？这声音好奇怪。 这位便是舍妹，月公子、月姑娘居堂主，家兄在银辉堡探索起源宗之事时受到了三位的照顾，小女子在此多谢了。洛小姐，不必客气。小月，这洛兄的妹妹怎么躲在屏风后面说话？大家闺秀都这样，不轻易对外见客的。哦，这样啊。不过。 说玄姑娘那个好看，你等会儿。朝颜哥哥英姿飒爽，你妹妹又那么漂亮，洛家真是风水宝地。嗯，月姑娘真可爱，我与朝颜是双生子，出生不过相差一刻钟而已。双生子？听闻洛家因受天谴，双生子多早逝，那你们俩岂不是就…… I am so confused with them too. Like they're flip flopped. 真的吗？要吃多少有多少。自然管够。真没想到啊，洛兄是个极有分寸之人。洛小姐倒是愿意与人亲近。 月姑娘太可爱了，不想月兄竟这般宝贝自己的妹妹，是我唐突了。人之常情，还望见谅。我们这一来洛家，洛小姐被派人来请，还将我们认得一字不差，真是厉害。洛家立足西域已有百年，知道的多也正常。那想必洛小姐已经知道洛兄为何会带我们二人前来。没错。 此前我已派人查明，月姑娘三年前自乌岩村出发，与月兄一路上行侠仗义，倒是从未与起源宗接触。我也觉得小月不像明主。兄长向我说了在福晋堂的见闻。
平常人碰到起源珠会被吸取生命力，而月姑娘则会吸收起源珠的生命力，实在是让人怀疑啊。其吸食起源珠有可能说明她的身世应该和起源宗有关，但不能认为她就是明主吧。没错，只要找到真正的明主我就清白了。月姑娘说的在理，看来二位铁了心要循着这条线继续追查下去。是啊。张岩，你送来的账簿我看了，里面不止记录了起源宗日常货物往来，还有将鲁来之人送往他地的记录。二月初五，人生九口，押运三人，货物六十。人生，这帮恶魔竟将人比作人生来算计。天哪，这光是这一本账簿就近百人惨遭毒手。起源宗真是罪大恶极。白明，你可有查到什么线索吗？账簿上每押运一人便会备粮五斤，而这正是一个人五日的口粮。那么此处一定是另外一个起源宗据点。可离银辉堡不过五日的地方那么多，我们要一个一个看过去吗？账本最后记录了收熏马肉百斤。这个我知道，熏马肉是落日村的特产，可好吃了。就知道吃。落日村距银辉堡确实是五日之内的路程，应该就是那里了。那我们要不要尽快出发啊？各位刚从银辉堡赶来，不如先在洛家歇歇脚，明日再出发前往落日村。嗯，好，多谢。I have no idea. 你确定要再试一次？两百年来，热海第一次产生异动。That's a voice. 九泉本随天道游移，乃是滋养万物的源泉。九泉中的热海则提供了源源生机。为留住荒漠水源，洛家先祖将我血祭定住热海，以为私用。洛家地界才得以有源源不断的水源。而我此生却无法再踏出洛家半步。直到生死之后，我才发现与热海一并被束缚的还有我的魂魄。这许是上天给我的机会，我怎可能错过。换身衣服，我马上为他疗伤。是。我觉得不对。哪不对？这洛家处处透露着古怪，比如洛兄好像很听他妹妹的话。与其说洛兄是洛家家主，倒不如说他妹妹更像一些。
还有，为什么洛埋明对你如此殷勤？我想明白了，我觉得不是洛姐姐对我献殷勤，而是昭远对我献殷勤。莫非他真的喜欢我？你说的特别对，下次不许说了。你今天怎么不跟我抢这些吃的了？我知道你一定是想跟我抢他们。越想越不对啊，洛埋明为何突然对你这么好呢？你说你的身世会不会与洛家有关？不行，你乖乖在这待着，我得去打探打探。So it's not a little sister. I'm guessing clearly the roles are the opposite. Mami, 你怎么样？赵岩，我又失败了，还是无法解开洛家的诅咒。为何？为何偏偏选了今天来世？因为今日来了贵客。所以你特地露面是为了见月姑娘？那她除了是明主，还有其他的身份？那个叫月琪的女孩进入结界之时，热海和药环都产生了异动。你是说月姑娘与热海产生了共鸣？我与热海纠缠多年，怎可能有错？本以为你本以为他就是解除热海诅咒的契机是吗？可分明就不是啊。不，他仍然是解除热海诅咒的契机。他知道很多事情，我要试试他。怎么现在便开始不舍了吗？自然不是，即便与那热海无关，说他真的是那表里不一的明主，我也并不会认他祸乱人间的。不愧是我们昭言，总能说出这番正义之词来。毕竟我能活着的时间并不多了。带了礼物给你，这个是影风阁新进的空山烟雨图，我瞧着颇有意境，便把它买了下来。是吗？我觉得远不及那幅。那幅？啊，那张。那张是前几日在银辉堡，雨过初晴，出现了两道彩虹，我随手画的。你的画虽然技巧一般，但胜在心意十足。好啊，只要你喜欢，我以后见到了特别的风景，都画给你。那自然再好不过。等以后有了万全之策，能解开诅咒，我们再说好吗？我会担心你的。好啊，我以后会再找办法。
Okay, so I wonder if, of course, there's more to their relationship.我与那郎妖已经约定好了，他用半生修为救我女儿。三个月之后，我会回去让他吃我。若此药真能够为赵燕续命的话，我死也就值了。这丹药中的妖力无法为我所用，看来只要天谴仍在，我便无法从他处补充生命力。 今朝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今朝，南明姐姐，本来没有打扰到月姑娘吧？有点儿，本来还想打个盹来着。那我改日再来。嗯，别啊，来都来了，有什么话进来说吧。 我听昭言说，月姑娘不记得以前的事儿了。今朝也不记得了。嗯，那月姑娘想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吗？想啊，今朝也很想。我们找绅士都已经找了3年了。其实，我可以帮你和月兄这个忙。真的吗？怎么帮？ 起那些遗忘在石海深处的记忆，你知道热海吗？即，你看，这就是神龙九泉：热海、吴垢、龙潭。热海蕴含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可以使沙漠变绿洲。 洛兄，误会，误会。引开护卫，擅闯我洛家禁地，一句误会就想解释清楚。你是真不把我这个家主当回事？那洛兄是放，还是不放？你觉得呢？你
是谁？我是月琪。只是月琪？是琪。月兄一出危险就只知道召唤月姑娘来，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你的道。三年前发生过什么？琪，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徒弟了。谢谢师父。师父，江快人进了。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师父。师父？你师父是谁？月心召回来了。我师父是说我师父是金钊，你回来了。是啊，你们在聊什么呢？来，算我一个。月公子回来了，埋名就不打扰了，先告辞了。嗯。月姑娘实在可爱，真想和她交个朋友。没有啊，南明姐姐还想跟我交朋友呢。不要随便交朋友，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就跟他交朋友。交朋友还要知道对方是谁吗？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啊。你去哪儿了？我闯进了洛家的芭蕉塔，看到了一幅挺神奇的壁画。画的什么？一个天神，还有九口形态各异的泉眼。九个泉眼，神农九泉。你知道？嗯，只是刚才梦见师父给我看神农九泉的画。梦里，陆南明对你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点香，帮我们一起回想我们的身世。那你想到了什么？跟我说说。麦明，刚刚月金钊擅闯芭蕉塔，你为何不追责？芭蕉塔是他们想进就能进的吗？你是故意放他进去的。方才我点迷魂香为月琪探念，可以证明他绝非明主的身份，但他熟悉九泉，同热海的反应也做不得假。所以你是想弄清楚月姑娘与热海之间为何能产生异动？若是月姑娘能夺走热海呢？那我们就解脱了。埋名，如果热海被夺走，那这一带的人就会失去水源，流离失所。若是世人知道了真相，该如何看待我们洛家？所以呢，热海本当寻天鬼游移，若不是我将热海困缚于洛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沙漠这种地方哪来的水源？他们过得舒坦了，可谁在乎过我们的诅咒？我困缚洛家数百年，从未踏出过洛家，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由你假扮男儿身，担起家主之位。你当真不怨恨这诅咒吗？洛家双子世代造谣，连你也命不久矣。可我是洛家家主，
洛家家主又如何？你是神还是仙？不仅要为那许多人生死负责，你管得了他们衣食住行，替他们寻仙问道，还要管他们生死轮回吗？蛮明，你不会改变你的立场，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好了，不说这个了。接下来你继续陪同月琪和月公子追查起源宗的消息，我要知道月琪身上更多的事情。至于月今朝，此人心有蹊跷，你要小心应付。我明白。关于月姑娘与热海之间的关系，我会再找时机向她询问的。那你休息，我先走了。这么说，我在八角塔里面看到的就是神农九泉的壁画。洛埋明试探你，是怀疑你与九泉有关系。今朝，我们都看到了神农九泉，神农九泉肯定是真的，我师父也肯定是真的。师父，师父，就知道你师父。I'm thinking he's the master。之前你还不相信呢。不过，在梦里，不管我怎么用力的去想，始终看不清他的脸。好了，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的。今朝，我好困啊。啊！说困就困，猪吗？月兄，你们兄妹里应外合，对其施了什么邪术？啊，是贪念。月兄不必担心，我儿时体弱多病，埋名也经常对我施此术，让我想起儿时的快乐记忆，以此来消除痛苦。棋都晕过去了，你让我不必担心？放心好了，月姑娘很快便会醒过来的。埋名她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你们想起三年前的那些记忆。你们就算怀疑我们，也不必如此不择手段，让人心寒。月兄若是如此担心的话，我立刻。不要惺惺作态。这对兄妹把热海的秘密透露出去。热海的秘密，我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洛家马上就要热闹起来，还真是令人期待的。Okay.So we got a little bit more information, just as I pretty much figured. So I guess them as siblings, one cannot leave that area at all. So, but then somebody has to be, I guess, out there and rule. So they switched kind of places and roles of brother and sister.Now, some of that makes sense, and I like that they showed the younger age of theirs, well, mostly the brother,
And I guess the father sacrificed his life. So again, we know that there's some sort of curse going on, and of course they are working towards to breaking that. That is, you know, the important part of it. And I guess we'll do whatever it takes. So I'm hoping also in the end the curse can be broken without, of course, harming anyone or anything, and the role of the brother and sister will switch back to where it needs to be, and maybe, I don't know, some become more nicer than before. So we'll see about that. And then of course T is still trying to remember the past, which we are not really seeing too much besides her and the master being there, which they never show the face of the master, which whenever they don't show it, and then they have this guy who also doesn't have memories, makes me think that he is the master, which of course, you know, this could be completely not even correct, but I'm gonna think about it for now as is. 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stopping by, watching, liking, and commenting.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so you know when things come out, and I'll see you for the next episode.